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生殖医学中心，它是加利福尼亚州顶尖的生育中心之一。我们位于圣地亚哥，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南加州海岸线之畔。我们的胚胎学实验室和外科中心由罗莉·阿诺德博士创立和领导。阿诺德博士的工作人员均为女性，她本人是一位女医生。我们的团队提供个性化的悉心周到护理，我们的服务涵盖治疗不育的各个方面。我们有本地和国际病人的工作经验，帮助建立健康的家庭。加州生殖医学中心的体外受精成功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，这得益于我们的医疗经验、出色的实验室和针对每个病人需要的贴身护理。欢迎您通过电话或通过我们的网站 cacrm.com 联系我们，了解我们服务的详细信息。